来。二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的手太用力，手轻一点。你力量很够，那你不要去盯住用力，放松推一下，放松推一下。你力量已经很够了，好。哎，再来。一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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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。看你这样手会不会酸？这里，这里太用，太盯住了，松一点去移动也才会比较轻松。哎，你要让你的手身体都松一点，在打球那一刹那，这个手指手腕有出去就好了。手指手腕有出去就好，啊，控制好你拍面就好了。肩膀要松哦，肩膀要松哦，肩膀要松，肩膀要松，肩膀要松。对，肩膀要松。对，没关系，很好。肩膀要松，肩膀要松，肩膀要松，来，肩膀要松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过短拍，他往前站，你越站越后面了。嘿嘿嘿，你不会站到这里来，来这里摆一颗球。就站在他旁边，好来，好后退一点，好后退一点，好对对对，差不多。前进哦，前进哦！可以哦。你现在要把它做，来，两个都放慢一点，好，两个都放慢下来。一、二、一，哎，再快一点点。好好，这样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不要再快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压到他腰，好，压到腰的高度，来，不要突然的很快，就是啊，像你刚才我叫你慢，又太软，有点太软，太软他变成你们会来回不了，只要不要太尖，压他的腰都可以，他的腰哦，好，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尽量控，有时候会歪掉一下没关系，尽量控，尽量控，然后你还是不能这样，这样太软，这样太软。还是要做手指手腕还是要有力量出去，尽量控制给他。其实你们有办法哦，就是他打歪，他打歪，你打在哪里打都控制给他，代表你在控球了。等到你真的比赛，你不想要压，你放，你就会放。对啊，先控制啊，控制给他，在哪里都控制给他，尽量推到他身上给他。对，尽量推到他身上给他。当你的身体不要一直晃来晃去，你就稳定下来就好，稳定下来。其实有时候不用动了，你也在动。有时候球在你身上，你就直接动打就好了，不用再动。来，对，一等球，哎，一等球，然后推出去，来一等球，一，对，一等球，来一等球。等球出去，等球出去，对，等球出去，等一下球，等一下球再出去，等一下球，对，对对对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等一下球，等一下球，往前站一点，让球对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对。